早安，刚睡醒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刚睡醒啊，等我一下哦，找个歌，我来听，这个好像是安妮的观台歌吧。关台歌，哎，雪莉安安，叔叔啊，哎，感谢叔叔的4个月订阅，我换这个好了，这个是待机歌。然后马同学安安，佩佩安安，芝芝安安，小云安安，好来了来了，哎，谁敲我？新赛季啊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样。啊，番茄在不在啊？番茄，小木安安。还是等一下去投胎捡金人，投个胎啊，捡金人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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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啊！不行，听这首会想看你的胎，等一下哦。每次都在他的待机室潜伏太久了，没有怪他。哎，还是我换这首。啊，新的门。欸，所以现在新季节是直接走这个门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呜、哦！你知道我刚用手机打开的瞬间，我马上关掉。对哦，好。问号问号问号，一下下就解完了。啊，先祖会很难解吗？等我一下哦，回个信息。好，没有先祖，真的假的？这次这么棒哦！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向导？你这么小？哦，对不起。我想说你这么小一只哦。什么？这是给我的吗？哎呀，画面有点色。啊，这个该不会是动画里面那一只吧？
是我想太多，是我想太多。咦、应该用电脑玩的哎、哦，帅哦！啊，这里。你们现在都在这边发呆吗？我在外面用变态。李安安，问号问号问号，被遗忘、被时间遗忘的隐秘避难所。爱茶的安安，来换我带你。青蛙安安，你们很赚，现在每天开两次台，超赚。哎、欸，在哪边没看到？哦哦哦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找回你的身体。头发扯下来，让我把你的头给扯下来，可以吗？完了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个是我的身体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来了，来，你弟弟来了。这个我不敢开声音啊，每次都有版权，好烦欸。哦，一个人烧花果然是快乐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为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椅子。这该不会是兑换的道具吧？你坐，你坐。真的是一下下就好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让我体验一下快速烧花的感觉，然后就没有体验到了。我要跟你一样的发型啦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帮我修一下就好。啊，你这边理发厅哎，啊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九九九九九九，啊，没了哦，真的，一下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过瘾！哇，这才是新的浴镜吧？这边好棒哦！这边是真的不是电影里面要出的东西吗？啊，就是啊，我昨天的那个帽子好像没换完耶，还是有换完？哦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东西。来来来，这边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什么？搞过来的奇乐斯。
对，电影从去年说去年底啊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见啊。啊，又说是明年才会出。你嚼屁啊！啊，好了，来去找番茄。发型、服饰啊，就是发型、服饰、面具跟道具啊，吧？我这边好像满了哎、欸。哦，那你来找我吧。好，跟李光说一下。今天是星期节，那个是季节的哦，季节兑换。哎，燕子安安，哇，想死你了。哎、欸，燕子，你现在都不回我 LINE 了齁，没空。小静早安，小静早。我帮你看一下数量哦。好，为什么这么多番茄？一个人养四个账号，他很恐怖，他很恐怖，他一个人养四个账号。然后。现在就是我用那个 APEC 跟瓦的方式来做，他现在要帮我第一天把通行证全部买完。哦，像今天几点睡？中午啊，中午睡，刚刚醒。爸，这个是番茄对不对？这肯定是番茄。这时候连发手把可以拿出来用Oh my god， 好多只！他那时候养第三只的，准备养第三只的时候，就在思考要不要养无翼，然后想着想着就把右边这只狗给带回家。然后这个无翼是最近才开始玩的，这只，因为我之前说我想要一只白枭无翼吧，然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他的，后面就。就想说他自己买的，你刚刚醒的时间，睡觉时间。
我看一下总共要几个，你看你看你看。不过我那时候跟他讲啊，我真的想要要嘛就是纯白鸟无翼，可是太贵了，不想要，我不想我的爱变成这种奇怪的行为跟样子。不是，也不是说行为，就是我很喜欢白鸟嘛，然后但是这个行为让我觉得花钱下去，我会觉得有点不值得，因为我会有就是那这账号到头来还不是我的，虽然是我的了啦，但是想要的话是给这只啊，囤积症。我有存百鸟无翼吗？有存百鸟无翼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也不可能有哦。哎、欸，有吧？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人说什么百鸟无翼坠机了。我记得某个季节不是强季献祭吗？真的哦，那小王子哦，对呢，那个季节就不要玩了。我记得有好像有听到消息，就是说，想无意的这个季节毕业不了这样子。国服好像有，好像，哎，那没救了。你看，陆续睡着了。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站姿，就是因为他坐下来很像在干嘛？有没有？你坐下然后举蜡烛，这个画面再加上马赛克。哎，他不然就是去换个发型卷嘛，用个30分钟的白鸟头魔法啊，好棒，好幸福哦。哎，你是不是越靠我越近了你？然后我讲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没去看医生，就是你们最近有跟台的也有听到我说肩膀很痛吗？啊，可是今天有好一点点了，今天是抬得起来了，哎，还是我可以省下这一笔钱不用看医生了。啊，对耶，你的钱，哎，我今天更新了一下绿界的那个网址了，应该是可以了啦，应该不会再说你绿界坏掉了啊啊！去看，哎、欸，燕子，我想问你，手如果抬大概45度、60度的地方会开始酸痛，那个是什么症状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今天没去看，主要原因是那个啦，我家人出门没有车子，然后请我雇小朋友，心地有石碑哦，好，等一下去做，然后我就顾着睡着了。我想说，因为那个他要出去买那个晚餐吃的东西嘛，要去市场，然后说好，我就说那我晚点要车哦，他说好。想说中午应该中医西医都休息了，下午去应该可以。
往上举就会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像我洗澡嘛，我可能左手要搓背或是抓什么那个刷背的时候，那就会痛了。不是举一段时间，是一举起来的开就会开始痛了。测试有了，有声音了，感谢测。等一下，你给多少？啊！等一下，被聊天室挡住了，怎么那么刚好？是睡觉的时候有压到吗？还是我在想是不是睡觉？因为跟番茄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我要澄清一下，我们没干嘛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说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但是那天跟他去吃完虾子的，我隔天就开始痛了。我在想说，是我痛风，还是五十肩，还是什么螺旋肌撕裂，还是什么的？我这几天有在看一些，至少没有什么肩膀癌啦。可恶，居然没干嘛，没干嘛，没干嘛。那天还有其他人，而且我不会让他干嘛，好吗？痛风也是有可能诶。玉菊安安，没有那个，你觉得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啊？所以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干嘛了吗？说啥、啊？我也不会让他干嘛，好吗？神经系统比较敏感一点，真的没有干嘛吗？没有。我的嘴巴已经很久没干嘛了啊，另外一个地方也很久没干嘛了，好吗？我的手也很久没干嘛了，好吗？我是西医派的，问我不准。嗯，没有，我问你啊。那你觉得看啊？可是这个东西看小诊所没有用吧？去大医院看吧。感觉不太好啦，我明天好，真的答应你好不好？明天就去看，明天就去看，然后我拍照下来，证明说我在中医有当。请传给我，谢谢。你要看中医的照片哦、喔。我说，师傅师傅，医生医生，可以借拍一下吗？我有个朋友想看你。导致诱发那些因素，因为我们那天在吃的时候，有闻到一股很酸的味道，但是我当时以为是我闻到而已。结果隔天，过几天番茄就说，你有没有那天吃饭的时候闻到酸酸的味道？我说有啊，我以为是我闻到而已。他说他有闻到，然后我问其他人看有没有闻到，他说没有都没闻到对啊，隔壁桌那两个就没有怎样啊，不是什么同一桌，只是在对面而已。什么隔壁桌？你不要讲的，我们好像不同桌一样，你白痴哦、喔，还造谣，妈的！你看，可是隔壁桌的两位没有那不是隔壁桌，哎，我们两鼻炎没有，真的很酸，那个味道很像，很像东西放太久或是海鲜不新鲜酸掉的味道。要396跟蜡烛，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料理，对，我想说类似臭豆腐吧，那种就是越臭越香，然后、越酸越好吃。可是发现不对啊，都吃完了啊，怎么还是有酸酸的味道？李冠安安，然后你们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啊，蛮好吃的改天你来台北带你去吃，好不好？他在。忠孝什么东化附近吧。
哦，你来台北的话，要带你吃很多东西耶。好扯哦，番茄，快点，你可以，哎，你有兔窝吧？李光，你有兔窝吗？里面有很多还在玩光遇的幸存者，呵呵。你可以去里面认识很多人，他们都很温柔。李光有没有看到新的门那一栋？中间黑黑黑的那一栋，那个是全新的门，进去解一解任务，可以开启理发厅。很温柔，我说你们靠腰哦，又不说番茄。哎、欸，燕子，你下次什么时候休假？原来我不温柔吗？你最好了，没有你，我左下的进度条怎么可能？啊哈，雅思怎么可能会到这啊？对，我还没买麦克风。我麦克风还没买，395是不是？马同学说395啊。马同学多少？哦，396。哎、欸，你撇除掉今天要解的任务几根啊？五六根。欸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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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今天任务，对对对对对。谢谢番茄，我解任务，啊，你今天解了没？云野素描多少？先煮20根蜡，云野素描。干！圣岛的那只哦，今天的要自己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今天的先住在圣岛？对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那个要素描？圣岛有灾情，哇你哦，哇，怎么那么惨？哎，你知道当时每次
来体验这个先那个来看素描，都说给我你背后的棒子。米光上线，我靠，今天都是单机游戏就对了。哎呦！李光怎么来你这？怎么了？他也想第一天毕业吧？二十根蜡哦，两个人听说花烧不掉，烧不掉啊！不让人哎，冲被祭蜡吗？哦，上两个下两个哦，怎么去你们那边？应该说怎么佳佳，你有没有在兔窝群组啊？李光，你有没有在兔窝？还是我先回去，然后你们自己加。你有兔窝，那你在那边给他们好友代码。你在那边只是我们，我有佩佩，你去那个，你把，我去找你们好了。我想这个李光是 2.0 的李光，他旧的。他就账号不见了。来来，你们过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咋不？好，我把他丢给你了，我先去跑图了。哎呦喂啊，李光坐下才能聊。喂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欸，宝可梦 Sleep 那个出的计算应用哪一个？你是说我置顶的那个吗？可是它里面没有模拟你一个那个皮宝宝，所以可能要另外再找那个找其他攻略。其实有啦，只是它没有写说是 S 还是 E。啊，所以你现在有哪几只啊？他有更新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今天看还没有欸。
还是它更新很久了，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出现可以用。爬山先祖真的是我少数可以看图就知道的东西，那个摸肚子戴墨镜的，很生气耶，很生气耶。哦，不是爬山哦，啊，是要走大花里面进去那个啦。我在讲什么？爬山北七，北七。你正在输入有的宝可梦啊？不是昨天叫你输入，你怎么现在没输入？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有什么好了。有几只真的不用考虑啦，因为很多都要进化型才比较好用，像鬼狮，哎、欸，至少像叫都要鬼狮通啊，或是龙龙石、嘟嘟力之后那种才有用。不然真的没什么用，没有说有用啦，但帮忙速度太慢了，所以很多人会建议说有进化的再用。所以这就跟以前一样，有一次坏故障，结果都变成串不到人的模式嘛。啊，有一次海龟的时候吧，那一次海龟是完全遇不到路人。完全串不到人。啊，我就在偷捡一些东西，什么呆鱼的东西吗？哎呦，我今天本来想说，我要现在开台吗？还是斗阵特工打完每日对战再来开？哦，这烧花的速度开心。哈哈。那月雪不是要烧六次还七次吗？月雪不是有六只账号还几只？哇！六哦！我那时候听到他那么多次账号，然后你不会累哦？他说还好啊，就都有东西，然后一次跑一跑就还好。还好今天不是爬山啊，无意要哭了，叫。哎，不是，他跑完还要跑回去，我在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搞人呢。好，走回去。哎呀呀呀呀！
好，现在怎样哦？想说螃蟹怎么不可以搬？嗯嗯嗯嗯看中医前，我一定要去把舌苔刮干净。哦，我今天看一下我舌苔，没有到很多啦，就只是有点偏黄，这就导致我的可能就是胆汁分泌已经有点错误的地方了，所以要把它刮干净。然后让中医不要再说你这就是熬夜啊，肝火旺盛导致体内什么排毒不了。那明明知道自己熬夜，他说有啦，我有早睡啦。真的有睡啦。因为许安安你跑几只了？你六只都跑完了吗？真的有睡啦，小帽安安，小帽安安。欸，我好气哟！我原本前两个礼拜啊，那个啥，猛兽派对的每周都有解。就一百等之后，想说啊，我又不缺这一点经验，就忘记解了。就他有个成就是要连续三个礼拜的那个成就，连续三个礼拜解满那个每周的成就，我忘记了。想起来的时候已经礼拜一了，唉，早睡是早上睡吗？没有，因为最近作息，像我刚刚嘛，我是九点起床。然后我不是有一次，前天突然中午打给你，我想说，你应该要上班了，顺便叫你起床好了，就发现你还在睡，我就说对不起，打扰到你了。没啊，可是我的痘痘真的没有什么长了，可是真的天气转凉了啦，痘痘变少了。就是我现在有个困扰，就是有一颗不知道是粉刺还是什么，长在我的嘴唇下面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睡醒的时候它爆掉了。我在想说是我睡觉的时候一直去咬嘴唇吗？它爆掉了，然后我现在讲话其实嘴唇下面会有点痛痛的。皮卡丘的第三只耳，三只耳朵。其实我接起来的时候，你瞬间挂了，因为已经嘟很久了。我想说，你应该有两个可能嘛，你应该在睡觉，或是已经在上班了，因为你有说过你上班又不方便接。以前的话可以嘛，那现在的话不行。对不起。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，现在圣岛没有小黑了。我说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就在那个城岛的时候发现有了，八，在云野外那个第一张图的时候就有发现啊。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是大家串不了线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海龟那时候的事情。我怕翻车。大辣漏点哪里？哪一个大辣？下面这个吗？欸，真的吗？看，那我下去点，就发现有点了，我生气。中！啊！完了，太久没跑图了，干！我没点干净，必须做一颗蜡烛。我是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虽然蜡烛也是蜡啦。这个情况不懂的人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就是有人跟你身上已经有几千块钱，突然说：“哎，你钱少捡哦。”就回去看一下，一块钱。哦，我都没有理那一根蜡，哎，我也没摆烂很久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就只有。我现在技能唯一一个比较陌生，就只有前一张地图，哎，进化前一张地图那个雪山的地方的技能，我不知道在哪而已。为了一块回去，对啊，小猫有没有对这款兴趣啊？看，会飞的石头人。最上面我知道在最上面，可是最上面的哪边我不知道，因为听你们说那个很高很难跑，还说什么风很大是不是？感谢棉被猫的揪团，紫禁之巅，哎，感谢你带了马同学过来。好了，我们去毕业吧。就是我们兔窝声音可爱可爱的马同学啊，棉被猫声音可爱的马同学，好恶心哦！你在说什么？好妖！讲错了啦。哎，还有我，他看，哎、欸，他之前是带两个人呢、欸。哎，无名安安，生母安安，我最近有看你在开台玩崩铁、欸。我因为每次都看你们玩崩铁，看着看着，我的崩铁一大堆点，他叫我兑换，然后我想说我又没玩，兑换这要干嘛？理发厅。欸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卡那个鞋子的 bug 了？如果趁他还没有，我裤子才……你是不是想要白鸟，所以跑这里？我想把他的发型给拽下来啊！可以齁，好欸，居然可以剪头发，没有是这个场景啊，不然头发是去衣柜换的，那都是假发。你不要看我衣柜那么多东西，这些都是时间干出来的，很多东西需要时间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换？哦，可以了，对不起。那我先回去换个裤子啊。对，哎、欸，可是我换完它不是直接穿吗？还是不会？那要氪金的东西才会。
我少一根，没有啊，我等一下我等一下戳一下啊，你再说我少什么一根？怎么卡？忘记了。先穿。哎、欸，怎么卡？忘记了。先穿这个，再换没有的衣服吗？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先穿你要的酷酷酷酷酷酷。嘿，然后再选拖鞋。你说穿上去吗？然后再选这个嘛？不行哎、欸，还是要用手机卡。你要穿的，选拖鞋。啊，我要选拖鞋吗？没有的酷酷先哦，对不起，没有的酷酷先，再选拖鞋，然后再离开。啊、哦，谢谢，终于可以穿了。还是我们裤子先不领了，我怕我后面翻车。哦，这好看多了。生母也有玩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可以不领？你没买时尚日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有买啊，不是我有买啊，是番茄有买啊。啊，有两件裤子吗？我少买一件是不是？那这样子我这样有好处，是我可以一直卡哎、欸。看一下，我一个空格啊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停不下去，万圣节的哦，哦，26号那一格就开了。哦，我只是帮忙描述，那你很有慧根呢，有没有想要玩光遇啊？你可能会是个厉害的卡 bug 大师，只是赛季结束，请提醒我记得去领衣服，我怕赛季结束衣服没领到啊，哭烂。你这次入坑的话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李光还在吗？李光，这个缎带很可爱哦，这个是粉红色缎带，哎、欸、不，蝴蝶结，可是要氪机票。等一下回衣柜穿给你看。谢番茄，谢番茄。番茄好像也没有第一天毕业过，对不对？那天就只有明龙的披风吧，让你有花钱。
请问这笔爱持续多久？不要说爱了好不好？爱怎么可以表达这种感激嘞？干，他一定要领哦！你可以最后再解啊，可是这样就是第一天啊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会忘记毕业这件事情。反正不按酷酷作业就没事。欸，对耶，它会动耶，好恐怖哦！会动吗？后面看起来是先祖，但这个是衣架，哪个是先祖？啊，他要时间到这边才会解锁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什么？好了，谢谢番茄。反正我不要去动到裤子就好了。有没有选项是把这个门给封起来的？所以持续多久？哎，年底好不好？我要把这道门给封起来。李光，你看哦，哦，你自己来看我好了。这个先放出来，发型吧。这个，李光，你看，够追吧？这个蝴蝶结。可爱不啊？对，这一季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蝴蝶结了。你看马尾，再加上系上这个，哇，可爱！他这个，但是兔兔头就不见了。我也超爱那蝴蝶结。对，你知道之前玩希望。我真的是无聊，一直狂收集那些什么天然蝴蝶结、黑色蝴蝶结起来戴。别的发型也面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个，你要看什么？爆炸头。这个吧，
啊，李光，你错过这个了，这个是前一次复刻的，欸，前前次复刻的，这是要氪金的，对，这个蝴蝶结要氪金。你要的话，我们兔窝应该是有人有多的票啦。没事，你要知道，这游戏还没到，先祖都有可能复刻。你没办法用 Switch， 你有障碍。你有多买，你要不要给李光？这样他就有动力上线跑图了，你们就可以更长时间。怎么是这个位置？不对吧？哎，李光，你等一下跟番茄拿，他等一下给你。然后他会问你这份爱持续多久，你要回答他，不然他会哭哦。咋答？永远吗？哇，欸，你花在他身上比我划算呢。你还是我们去抖内李光。欸，所以你是用 Switch 玩哦？啊，你现在什么时候用 PC 玩？你 PC 还绑不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脱下来番茄给我的头。可是，哎，可是有这只粉红色兔兔哎，他们冲突到了，我好不开心哦。哎，兔兔可不可以改在肩膀上啊？嗯，他还欠我一个兔兔发型哎，这游戏还欠我个兔兔发型哎。这个是半爱的啦，之前有一次有卖，后面不知道会不会卖啊。哦，这个也可以耶。啊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高马尾？太猛了这游戏。还是我就不当白嫖了，我就这样子待一阵子吧。没事，我没有这个时间的问题。那个郡主哦，我刚刚有看啊，我现在的头发长度可以绑郡主的头了，哎，这个对不对？哎，我真的可以这样子扎了，哎，没有到夸张啦，对不起，没有夸张，这可能还要再留一年啦。因为他现在扎起来的长度就是我现在头发的长度，我现在快到腰了，我现在头发快到腰了。你知道那天吃饭都已经担心说我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，这个男人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。我想说郡主很长，不对，我误会了，我不知道他头后面这一包那么大包。该投胎吗？嗯，李光，你要投胎吗？想说才开一个小时，投个胎，欸，三四十分钟。这个披风，哦，太好看了吧！天哪，这比小王子围巾好看呢！你现在没事情，要不要通话？所以很多人想要，哇哇，不愧是这一次季节的东西耶，好恐怖哦！碧鹤要常驻了，对，完了，小王子披风再见了。你很好，但是有更好的东西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啊，来，给我你的手。哎、欸，
你才三个惊人哦。你不是你先祖这么少、哦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李光我打给你哦。哎、欸，我问你哦、喔，嘿，你这道门可以进去，可以开了吗？这放门？对，这道真理之门。不行不行，还不行。你先祖都没有解，对不对？我才刚解到雨林完呢、啊。哦，雨林结束了吗？所以要这边的吗？应该是要第四，对，第四个。哦，好，那我顺便带你好了。哎，看来今天的行程就是带我们的李光光跑图了。这个、yeah. 投胎下一次了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. ！我看一下今天大拉站啊。哎、欸，那其实你私下都还是有玩诶、欸。有啊，我自己私下玩啊。哇。对啊。你比其他几个乖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其他都没有玩啊。嗯，有些摸了一下就不玩了。不然我觉得很可爱啊，我喜欢治愈类的游戏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有空啊，我晚上都有空啊。哦，那晚上约你都有屁啦！你昨天给我在边光边打我啊？没有，昨天是打 RO， 跟他们打 RO 啊，我等他们、哦，因为我等级已经上去了，然后在等他们练等级。啊！等到我快睡着了，所以跑去打瓦。哦，我想说，我看你好像有点在忙，然后你才在你哥台说在打瓦、啊哦，你在打瓦。没有啊，因为是等到快睡着了，所以我朋友说要不要打我，说哦好啊。哦，你有看到我昨天就说你赶快休息吧。没有，没事，我都比较晚睡。你看，这个是才是熬夜的好不好？晚睡，我是早睡的哎、欸。我是晚睡人。对，我是早睡人。可爱哇！捡金人，捡金人，来，请摸。可以摸。有了 ，yes， 我有第四个翅膀了。好诶、欸，那边至少要可以飞20。二十下 ，OK。当你在奇怪的时间点开台就不对了，早上开台错了吗？健康作息耶、欸，不是，是你太晚看我台了。他今天一看我的台，我就说大家晚安哦、喔。我猜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我猜，假的我猜啦。不是那个熊熊一片天地，熊熊马，他叫马同学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。哦，马同学。是声音很可爱的马同学吗？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他声音不可爱，他蛮白痴，就很喜欢跟他们玩那个啊，神界啊，就喜欢搞他、啊。比如说，哈，在搞我啊，在搞我啊。前天七点，现在发现四点你就开了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们四点那时候还在打，然后我想说他怎么还不开台，然后是另外一个人休息之后，他还说：“哎、欸，走，我们去开台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刚刚怎么不开？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现在可以开台了。”前天三点睡，你四点开。那你不能怪我啊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四点开始，你是凌晨哦、喔？对啊，清晨四点。那我睡了。没事，你去睡，你去睡。所以我有看到你说你宵夜没有买到吗？买到宵夜？啊，因为昨天礼拜日出门的时候发现啊，好多店家都关了。门都
没有，现在不能动正常，要等他动画跑完。每一次第一次看仙珠都会动画卡着。之前有找乌咪玩啊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兴致不大啦。对啊，他可能也比较喜欢打打杀杀的游戏。他游戏比较吃。对啊。好喽。可以。我在想，好啦，一些先祖跑一跑好了。先祖我可以啊。因为我都可以啊。好啊，你一定要，好，随便啊。来，你烧右边那个，我烧左边这个。OK。有烧到吗？有。好了。哦。这个是狐狸面具先祖。但他是副科先祖啦，所以他不是常驻的，所以我刚刚在想说，要带你跑吗？还是好啦，跑一跑啦，都可以啊，对。好啊，你也有无意哦、喔？啊，什么先？没有，先把所有图开完。哦，可以啊，不然就是等一下先开图啊，先祖晚点再跑啊。反正你只要把这个吃完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要断手去吃也可以啊，因为这先祖就是要我们跳来跳去的。你们看到左下角有那个跳跃图，哦，对，这张图就是要滑冰的东西。它 PC 的哦。哦，那天有跟你讲啊，就是我之前有跟他们讲说我Steam绑不了还是什么的。哎 ，Moki 啊。要重烧，白痴哦、喔！哦，还有限时间哦、喔。没有啊，它有限，但是我没有失败啊。哦。再一次。OK。还是你也去捡？好啊，我也去捡好了。好啊。白痴哦、喔，捡完了啦！啊！啊啊！原来是剪完了哦、喔！哦，剪完了哦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个粉面具。你这个可以狂哦！我当时以为兔子面具是这一个，结果他们说这是狐狸面具。狐狸，这个气死人！比较像兔子的居然是狐狸。来，这个是你很缺的东西。灰哦，真的？你缺爱吗？这样。很缺，缺烂。来。OK。兔子在梦想，对啊。你是不是用 Switch 啊？我吗？没有。对啊。我用 PC 啊，我用 PC 啊。哦。我 Switch 是有障碍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时候用 Switch 跑。超级有障碍，一直跑到云里面。啊，你切换飞不会切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它会一直往下，然后就飞不起来，然后就你就是切一下飞行模式啊。PC 比较好操控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找到喜欢的就好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所以你是前几张地图都那个先祖都剪干净吗？应该没有，有些不确定。哦，那简单就是你回家看那个星盘，应该是解完这个就可以看了。你烧它。好。解完星盘之后，你就可以看你的那个盘子有哪个缺，你就去扒它看那个你缺的那只， okay. 然后去找它就好了。Okay.就跟我不是，我当时不是抱怨 Switch 很难飞很难飞啊，现在不是都用 Switch 来开台？然后连猎那个什么魔物猎人也是。你是 PC 还是 Switch？ Switch 啊，我啊那个 Right 也是那个
哦，你没有买 PC 的哦。我没有买 PC 的，哦、没有 PC。可是那时候打用 Switch 打也是很障碍，很障碍。对，所以我发现说我好像不太适合用 Switch 玩游戏。应该是说你不习惯手把，我也是不习惯手把、啊。但我是去年中开始就开始在习惯用手把玩游戏了，不然我也是鼠键派的人啊。然后我自从开始用手把玩游戏以后，就说叛徒鼠键派呢，我说不行，这样子对右手负担太大了。哦，对、啊，因为移动画面都是对吧？都是用右手在滑。啊，你用鼠键，你冬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裹个被子在裤子前面玩。你看冬天又快到了，所以可以盖个毯子，把自己裹起来再玩什么？在玩游戏了。怎么了？你缺什么？缺一个哎、欸，他你这边二分啊、欸？这边还有一个没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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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来来，牵我手，牵我手。哦、okay. 隔壁而已啊，想起来，这边还一只。这个是常驻的，所以你星盘可以看得到它。哦。它好像是要跳高的吧？它跳上去是不是？对，它很高，有看到？我靠，有看到了。这个你金人不够多来解这个任务很辛苦。金额就是翅膀啦。哦，翅膀，嗯、对。你到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就是把以前的一节都解一解。OK。然后这个石碑可以做一做，你只要在像这张。嗯，这张地图你有做过的话，它会显示一张地图吗？然后它会跟你讲说你哪边金人还没有捡，嗯，对，你就可以就是说哦，我那边金人没有捡，就去那张地图找金人。OK， 反正它地图都可以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新地图的地图桌在哪？啊，我先去捡那任务好了。你看一下你左下角有没有跳、喔？左下角那个啊，那个转圈圈的图，有跳有。至少我是点不了，你点什么点不了？好了，来吧，烧它，烧它，哦 ，OK， 哦，新季节地图要等任务，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你是说这个要等任务来哦？哦，谢谢，感谢初次聊天。该不会是看到 SK 分类才进来的吧 ？SK 只盖分类的话，SK 要等任务、哦。嗯，其实这游戏这样做有好有坏啊，就是有些人想要第一天全部都弄好，但是这游戏不允许、嗯，它就是要你慢慢享受任务才会慢慢开。啊、我是还好啦，我就是慢慢体验这样。去哪？飞太高了、欸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你要戳我头上两下，看看。头上两下。对对对，哦、就自己牵手了。差点忘了这大根东西。
嗨，我只是追随很久的潜水仔。欸，你是二分之一耶，为什么？欸，有了，过了。欸，过是我过啦。啊，你还是二分之一吗？我上面写二分之一，是。啊？我不知道耶，可是我过去耶。我过去是因为我牵你过来。那上次有过还是没有过？那我回去再看一次。哎、欸，各位，两个常驻先组解了，为什么还是没过？奇怪，感觉可以回来看看了，好吗？你呆鱼，这个翅膀有轨迹效果，回来玩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过。站姿有解锁吗？他应该有吧？他在上面不是卡很久吗？因为他刚刚就二分之一呀，然后这个又二分之一。来，你再看一下。OK。对啊，二分之一。好、哦。二分之一，为什么啊？再解一次，我觉得是这个问题耶。你刚刚不是有？再看一次吧，没事、okay. 没事。对，呆鱼他的衣橱是理发店，还蛮可爱的。该回来了，而且第一次任务超级快。可是他没有亮耶，他的那个先祖是黑黑的耶。哦，是灰的哦。哦，好，啊、那就是有解过耶。没事没事，反正你等一下看一下可以跳过画面。要去滑雪赛道，不是飞行赛道哦。啊，错了。哦，我们忘记去滑雪了。不是啦，因为它有两个门，这边是滑雪的，另外一边是飞行的。我带你的是飞行赛道，那这边是……哦，谢谢马同学，天啊！谢谢声音好听的马同学，你看这边这张，因为过一张图了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地图桌，你可以玩。你也可以到时先不点啊，到时候一次找地图的时候直接点一点。啊，最明显的分辨方法就是，你第一次做它要烧它，第二次做不用烧。哦，第二次做不用烧。对，你等一下起来再做下去，就发现它直接有一个坐下的。坐下去。对啊。来，来，哟，哎，咦，咦，哎，番茄是番茄。报告。要三天，好，那个李光三天后才能送礼。突然想到这件事情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要不然番茄直接私讯我也可以啊。对啊。私讯什么？要 DC 啊。哦。直接跟我说要给我，我就会看到。嗯，而且是要刚加好友的时候，不是跨日哦。比如说你们十一点加好友，就是十一点才能送礼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嗯。哦，如果喜欢打瓦打 A 的，可以去看李光台哦。我不过有几个在打瓦啦，是应该没在看台。我其实都有哎、欸，我最近比较常玩 RO 哎、欸，只是因为我们那一群 RO 就在练等啊，我在等他们啊，等他们起来哦。对啊，我等到睡着了。哎，我本来有想说回去玩哎、欸，要玩吗？但是我 RO 真的没有。没有童年、嗯，没有回忆啦。没有回忆，我其实也是快忘光了，我只有一点点浅浅的回忆。因为我啊，你说回味一下，没有想说回味一下而已。对，我以前玩的顶多玩到法师二转吧，那时候玩到四十级的，现在四转哎、欸。对啊，但是那时候、啊、我什么技能都乱点，根本不需要点的技能我都点到满。
我就只想要听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而已，结果点到满，他们说点到九等就好。他要点到九等，哎，我点到十等啊。然后后面有一次玩师傅嘛，那时候在跟你聊天室聊啊，就有到三钻。哦，那样的练到三钻，因为那时候是师傅啊，蛮多的。那师傅也算是玩，可是师傅那时候经验给的很快啊。哦，对啊，师傅会比较好练一点。嗯，所以我导致说我还是不知道 RO 怎么玩。嗯 ，RO 是一款自己玩会很痛苦的游戏，要去组团比较好练等。对啊，嗯，所以在等漂流环境啊。哦，这边我也在等漂流。我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是吓到说，啊，漂流在死定。对啊，漂流要出死定，好扯哦。好了吗？有了。这边是欧若拉季节，原本以前不是长这样，墙上没有这些荧光灯。哦，以前没有这个。对啊。嗯。哎，等这个啊，在这里。喊叫阿鬼来玩又不玩。你说玩这个？有啊，我跟他说。嗯，再看看。对，再看看，没事。那要不要恐鬼？好啊。也是，我问我家那一只也是。没事，不要强迫他们。他宰了蛋没有开，对，他也在 RO， 都在 RO。没办法，这游戏太特别了。嗯，这没有啊，这游戏我知道啊，就真的比较吃人，就是会吃人，吃人的喜好，对啊，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还好。这是什么？等下来就会说说这游戏到底是什么？对。啊，看这不是先祖哦。哎、欸，哦对嘛，我就记得这边有一个，这边会有三个。阿姆阿姆那种，对，这种喜欢的就被他吃掉了。阿姆阿姆的那一种。啊，我有玩，哎，我们是朋友了。然后，所以也不会去说，哎，你们都不懂这游戏的好，也不会讲这种话。没事啦，就是我玩过这游戏，觉得说，就是喜欢的人真的就会喜欢，啊，不喜欢的人你强求他也没有用，因为他就是不懂，对吧？在干嘛？对啊，还要介绍这游戏的好给他们，嗯，很难讲哎。对啊，这很难解释哎，这游戏好的部分很难讲。像有人问我说啊，这游戏在玩什么？我很难讲，跟他解释这游戏。玩什么？3D 的交友软体，我现在都这样讲。3D 的，我说这就是交友软体啊，要跟别人拿爱心啊。对啊。来，去下一个。那个应该不是先祖吧？这个应该只是小游戏而已吧？哦，不是哦，好，每次都被那只骗，烦死了。每次带个新手来，姐，我已经被他骗了六次了吧？后面都有新手来玩，都带他们解这个，就每次都被骗。梦想村的，对啊，就他就是在外面会游来游去的那只啊，我滑来滑去啊，游来游去。
等一下还有一个。嗯，小怎么没有反应？嗯，有了。啊！我烧到他啦！啊，是你烧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也有烧到啊。没有，不想烧他，看动画。下去了，因为我刚也没烧他。哎，还有一个爆炸头。哎、欸，记得是在这里呀、啊！我、哦、找到了，喵灵儿安安，早安早安。嗯嗯，你好，我哥在呼唤我哎。嗯，快了快了快了。OK， 先送你到终点，下次再来跑。OK， 狗妹。不会啦，你不是今天有说要玩，跟你哥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土包他每次都不知道跟我说，都不会跟我说几点。哦，喜欢土包。对，他喜欢土包。哎，这个这很快。嘿，我还没有。这样应该都点到我。啊，是是是，你又点到了。这就是 Switch 讨厌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要大家去做祭坛。耶！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哎，手呢？手怎么断了？手嘞？现在我的画面怎么怪怪的？怎样？手嘞，女人？啊，我的手嘞？哎，有了，又有了。哎，哎呦！啊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手怎么那种障碍？跟你哥说，大概在三分钟。一安安，等一下哦，先解这个。昨天看你很忙，所以想说先不解这个，来吧，解一解。有解。然后，碰拳。等一下啦，小刚才说三分钟。嗯，你说繁星说在三分钟，因为这个解完大概要一分钟，你最后做祭坛一分钟。OK。对，她是双生泪小光的妹妹，亲妹妹。没有吗？有了，他等他要。好色、喔，鱼仔说我在帮鱼仔喊诶、欸，什么意思？鱼仔好色。哈？鱼仔说我在帮他喊什么东西？你在帮鱼仔喊？我在帮鱼仔喊。喊什么？不知道。是最后的了。OK。这个以后跑图比较方便啊，
也比较贵。这个那时候本来怕你没有要玩，所以没跟你姐这么高，还好哦，还好你、啊、你没有你当时账号，嗯，好、哦、还好没有。对对对，你等一下，我教你怎么传送。OK， 来，你吼一下，然后你会看到，吼一下对，怎么吼？滑鼠戳自己，然后你会看到我身上有眼睛，有没有？你戳那个眼睛，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戳自己？哦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你吼一下，你会看到我的位置有个眼睛，你点一下，再点个传送，点两下，点两下，对，会有传送吧？有个、欸、什么？那什么意思？哎、欸、，PC 的怎么传送？有瞬移，有我成功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、欸、对，这个跑分很方便。嗯 ，OK。那再来是晚点再教你杯杯的技巧。好，来上来。哦、okay. oh.。那、啊、你晚点好的话，你试我看看，看我还在不在，我再带你去跑、okay. 跑任务。好。今天的任务他们是说只能单人完成啊，但有些其他任务可以先跑一跑。嗯，没有问题。好。哎、欸，最后了，要跟李光说再见了。再见。不用担心我跟李光的关系，李光的关系。李光光。对，好火，很棒啊！有时候来终点就很好烧这个。嗯，好了，请坐，请坐，到手，点得到吗？看，可以。带你跑图啊！我们跑的是神界了吧？啊、你做好就去雨林。好。欸、不是雨林啊，那个木土。木土那一张，我再陪你跑啊。那边开始会咬人了，开始会吃人了。那边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嗯。对，我跟他讲要去下一个世界啊。呆鱼在吗？呆鱼上线了吗？那你 Switch 6给我看，操你妈！声音可爱的马同学，白宇，你看，哇！啊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反正现在就是每天逼你跑任务，因为你要跑任务才会有季节蜡烛，那个才是换这一季的东西。OK， 有看到了。嗯，所以白鸟是常住在这里了嘛？那以后会来找你哦、喔，你完蛋了哦。啊，我吗？没有啦，我说我现在的这个仙族，我很想要他的头啊，但他就是毕业发型，这个换不到了。毕业发型，对，他是向导，嗯，他不是先祖。OK， 所以我这样解完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木图，你要往前一直飞，飞到下一张图才行。对 ，OK， 好。康叔叫我，对啊，你看这边的、啊、这边的衣柜是理发店，这边换发型的是理发店。快来玩！那你那边结束一定要跟我讲哦、喔，因为是下午3点刷新时间，然后过阵子会变成4点啊，就是那边有那个冬令，就是他们会往后播一小时。好，我再带你去跑一些东西，然后晚点跟你再给你一个网址，一个 FB 啦，那边会有跟你讲每日的东西。好了，你可以去找你哥了。OK。嘉轩安安。等一下 ，OK。
那我过去了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不会，三八。这里好棒哦！哇哇哇哇！袜子的袜，这该不会是滤镜该有的样子吧？有事跟我说，请说。右边的三边哪一个？好，我现在不动，现在哪个边？这里面吗？哦，这个啊、哦、，DC 撕我了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又是一颗熟头。哇哇，这里好棒哦，这里好棒哦。啊，是不是跟方舟一样啊？有没有，方舟不是越挤越漂亮吗？那这边就是方舟咯。我以为这个是蝴蝶结螃蟹，像不像？远看是蝴蝶结螃蟹吧，本来不该这样子的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在想，这应该是电影版的，不是电影版啊，就是动画的铺陈吧。重组也是啊，我对重组印象没有很深诶、欸，虽然那是我入坑的季节，但是。我那时候想说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去捡垃圾，动不动就要被雨淋到，好痛哦！我那时候的重组记忆印象是这个，然后我一直以为大叔那边都是有先祖的，就发现他们那个先祖的任务都失散在各地，所以那时候重组记忆的时候，我差点没有入坑的原因，就说。哈，什么东西？啊，这边又是哪里？然后在雨林被淋到，差点死掉，还在取暖瑟瑟发抖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他跟我说那边有一间商店。对啊，这游戏没人带真的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然后那个姿势嘞，这个吧，坐下。这个姿势超像你是在考的，哪个字？哦，这个。重组记的时候任务很需要朋友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莫名其妙都要两个四个的。布卡利晚安，恒夜刚好看你上线呢，是不是要回来玩了？妖兽新季节，对，今天第一天上，赶快回来玩。
该回来玩了吧？有在考虑，考虑什么？你看看这个蝴蝶结，这个蝴蝶结跟这个披风是本季最棒的东西耶！你看看这蝴蝶结，然后你看看这披风在飞的时候的追光效果，你看鬼机，你看陈烨，你看没能量了。这不像彩虹蜡的时间哦，这个是永久的哦。你看，露诺安安，你那时候开台我在看哦。这是我们的，你那天你是说什么？我的天敌吗？哇，我的劲敌，早安啊，露诺。这个露诺就是那天在玩猛兽派对，然后一直想打我被我打死的另外一位可怜主播，明明自己跑来出拳打我的，说我打不赢他，然后说我是他的克星什么的。我想说你在造谣欸，是你先来打我的欸。好啊，这款叫光遇，这款是 3D 交友软体，然后也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超强，没有，我其实跟你讲哦，我那天也没有说到放水，我那天就只是看到谁就是打，然后没有想要赢啊，因为真的100等之后你也只拿到饼干而已啊，想说就把获胜的那种机会让给其他人，他想说前面一开始谁来打我就打谁嘛，他没看到我就是谁来打我，被我打晕之后就把他扔出去。嗨，现在是教主，早安早安早安。没有，那个主要是用手把玩啦，手把才比较能，就是抓起来甩一圈扔出去，你知道甩一圈扔出去那个离心力，让人家就是飞得很远，来不及起来。对啊，就是你今天没来惹我，我就不会惹你。而且那天上尸体有个白，不是白目，有个夸张的，先打那个蓝队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说，你想想看，你已经两胜了欸，你已经两胜了欸，所以你有发现就是小迪在我旁边，我就是一拳先挥了他，把他扔出去。我想说，最棒的节目效果不就是上尸体零胜吗？结果你们那天，他们那天应该也不是说你啊，你们他们那天竟然让他破蛋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天如果你看哦，就是我的胜率不是很高吗？就不该把我拉下来啊，你们把我拉下来就只是更辛苦吧，应该要先让其他人继续在下面，你们这样子那个头像就可以不用改了，对不对？我都想好了，但是事与愿违啊！不过老实讲，番茄那天真的变好强哦，因为那天，因为他私下我们有在练习，结果那天就教了番茄，都说你不能这样子丢，你不能这样子弄，什么讲一堆讲一堆的。我想说哇，跟番茄同队，好吧。结果哇，跌破眼镜，番茄好强哦！可怜的丧尸敌，不会啦，他。他很快乐欸，我们那天看他头像是四分位芭比，他玩得很开心。谢谢夸奖，而且我想说你打我，你要打不打的？我想说干嘛？你是放水是不是？就后面就突然拿起棒棒糖把我打到冰水里面去。我说好啊，你等下完蛋了你。然后这欲擒故纵是啥小？要打不打的？然后和平是不是？好好好好。突然从后面挥了一个棒棒糖过来打我。听说有死定榜，对啊，已经上了，但是已经习惯用手把，就想说没关系，就用这个了。然后
然后还有这个露诺、玛丽莲梦露诺，对，他现在是 demo， 然后但是官方有时候会再多开几天，所以到时候怕李光他不习惯。要把这件事情跟李光说好了，怕不知道。一西版是车子哦，然后就没一下 switch。可以抱猫咪？没有，它其实是狗狗，它是狗狗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抱，这是狐狸，这个是它后面更新的啦，不然以前不能抱。啊，这个酷东西。其实光遇啊，在会师圈蛮多人在玩的。光遇这款游戏很吃蛮多会师的口味。哎，还可以冲浪，感觉玩法很多。没有，这都只是小道具而已。这款游戏主打的就是禅系，就是禅佛那种禅，它就是佛系游戏。前面玩会很干啊，如果你对很多东西有需求或是想要什么东西的话，你自然而然会很干。但是如果你无欲无求的话，你玩这款游戏会轻松超级多，但是你就是会没有好看的发型啊，好看的衣服。对，就是养老游戏。像我现在你看到左上角那个3627嘛，这个是这个游戏的货币。这游戏货币来源就是点这种蜡烛。点这个蜡烛。这个点了之后啊，我刚没带李光吃大蜡。我去示范一下，养老，然后打扮，养老纸娃娃打扮，然后交友游戏，就这个点这个东西，你会拿到这种火，对不对？它会吸到你身上，那累积到一定额度之后，它会变成一根蜡烛，那蜡烛是拿来兑换东西用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特殊东西，就是说为什么说交友游戏嘞？因为蜡烛隔壁那个爱心有没有2341那个蜡烛那个爱心，要用三根蜡烛去兑换。它是用三根蜡烛送给一名玩家一个爱心，所以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好朋友，或是找干爹观众们投内给你，就是他们花三根蜡烛给你一颗爱心，因为那个爱心比较稀缺啦，就是自己没办法获。自己没办法好好获得，几乎都只能靠别人那边拿到。不要看我现在长这样那么好看啊！一开始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，但是你一开始萌新的时候比较吸引人，因为这款游戏老手都很欢迎新手加入。因为新手对他们来说都是稀有的动物。太友善了吧。对，其实这款游戏里面的人都很好。除了有一些恶意玩家啦，会把人家带去死。但是可能也不是有意的，就是他可能想带你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拿东西。没有很故意想要带你去死。可是可能中途发生点意外，让你死掉这样子。然后啊，这款游戏它，你看我上面那个很像那叫什么
尺吗？圆规还是那什么东西？那个半圆形、半圆形一条一条的，那个是我的翅膀。这个你有几个翅膀就可以飞几下，所以前面新手飞个三四下、五六下而已，会比较辛苦。那后面大概玩一年两年之后，就是翅膀多了，可以随便飞。不过也有很多两三根翅膀就飞得很强的啦，但不是我，我没办法。然后这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bug 很多，良性 bug 很多，所以很多人像你看我刚刚直接穿墙，正常来讲是要开这个门才能进来，但是开这个门要两个人吧，我记得，但是我等不了两个人，于是我就用了良性的 bug 潜进来。所以才容易死掉，死掉就是喷身上的这个啊。我再解释一个东西给你，刚刚不是说蜡烛收集到一定会变成那个吗？火收集到一定会变成蜡烛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叫做金人。你收集到一定额度之后，你的翅膀会变多。你看我现在哦，我现在上面不是156吗？下一个等级是200。所以我现在要收集200个才会有再多加一个翅膀。我是可以啦，只是我懒得去捡，因为这捡起来要大概两个小时。然后这个有没有 156, 下边 157, 有没有 157, 所以我还差43个。啊，解释给你听啦，要不要玩就再看看啦。因为前面体验，前面新手体验其实会蛮快。如果你对游戏有爱的话，你前面会玩得很快乐，因为都在探索。但是如果逼一个不喜欢玩的人来玩的话，他说都在玩什么？看不懂啊！我现在要干嘛？我不懂。那月雪，你们那边木土如果蹭不到小黑的话，是不是都很可怜？木土没有格格可以看了，对，有些人会说，请问这游戏的攻击键在哪里啊？这游戏没有所谓的攻击，只有被攻击，对吧？前面会很干啊，但是就是我也是干起来的啊。哦，只有圣岛哦，只能跑吗？对。你只能跑，或是在萤幕前大叫，或是准备被咬的时候这样子。所以知道这个技巧之后，我就不用，我去示范给你看好了。我回去后面比较有威胁性的有两个东西，有几样东西啦。最有威胁的是你不去惹他，他就不会惹你。应该说你不要去让他看到，他就不会咬你。我不会利用龙纳北西哦。来，我给你看这个东西。你平时开台都什么时候啊？有时候都好少看到。应该说那天联动之后只看过你开一次台。早上十点平时吗？哇，那我这两天早上开台怎么没看到你开台？我还想说要揪去谁那。你来，真的假的？好啊，你过来，你传我。如果我金人喷掉，你就完蛋了。YT 上有周表，哦，你有 YT 哦，马同学过来，我要去订阅人家 YT。你如果带我去死的话，你要送五份订阅哦。我们说到做到，我是开 YT 的，难怪我在图形等不到。难怪我在图形等不到。我那天不是说有看到你开吗？对，我那时候是点开你图形。还是我在睡觉啊？我怎么印象我看到你开台啊？是不是记录档？完蛋了。
欸，我看见谁？我看到谁去了？奇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啦，白痴哦，我很抱歉，害人怕怕的，不是你啊？不不不不不，我那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在远处看你飞，如何？来，我们等一下会经过一个很恐怖的东西。那边什么时候有椅子啊？四龙玩吗？走啊，去四龙啊！还是你要去乘船？我以为最恐怖的是伊甸园诶，不会啊，伊甸园就一定会死的哈，没办法啊。这个是你喊不要，他还是会来追你啊。可以跟随哦，可以啊，可以背背跟随抱抱欸。怎样，想跟主播有个亲密的接触吗？你看，就是那只龙，有没有？你被他看到，他会咬你。有没有？他很凶。咬。哎呦，小静，来吧。我看到前方那只在动的一只黑毛虫。你什么时候会六了啊？太酷了吧，太酷啦。你看啊，有没有，他被他看到了，眼睛发红了。你是不是要嘎了？哦，哇，你好帅哦！欸，我怎么不是带火盆？靠腰。哎，来点亮你。有变好溜的感觉，那我要来了哦！我要牵你的手了哦。来来来，带我六，带我六，走，叔叔妹，等下炸掉也是错误示范啊！来，我看一下，靠腰啊！你要回个能量啊？你好帅哦！你是用 Switch， 你是用手机吧？好帅哦！还是晚点我用手机来练练看。反正现在对翅膀无欲无求，用手机应该是来溜溜龙，应该是无所谓的。
这个就是熊熊一方啊，他就是声音可爱的马同学。感觉会炸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没有往旁边螺旋飞？为什么你没事啊？不用螺旋了吗？现在是这样子了吗？心很少，真的很痛苦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不知道我就慢慢飘。现在这么佛、哦，我是不是要来撞一下、啊？不行哎、欸、，Switch 我真的会怕哎、欸。不用螺旋了、哦，那时候不是要拼命往右边刷刷刷刷刷的吗？好啦，遛完这只差不多了，改天陪李光景，不跑完投胎完再来开台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遛龙失败的后果啊！被龙咬到了。我刚想说，你怎么还在飘？你怎么还在飘？你怎么还在飘？你不跳一下吗？你不飞一下吗？你不飞一下吗？哎，这就是长大的感觉吗？怎么突然觉得被龙撞都不会痛了？薯条好漂亮耶！我没有被撞，我有啊！可恶！我没事啊，少一根而已。找哪一根呢？嗯，不知道欸，就还好啦。好啦，休息休息，回家回家。最重要的那根，嗯，你是说幸福的那一根吗？啊，我斗阵每日还没打欸。来打一下好了。哦，网团他们也在打、欸，应该是满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打。我是今天的每日好好痛苦哦。那既然要一些承受伤害怎么的？我要开台斗阵吗？还是关台？关台好了。早上我们早上打撸见，我先关台去打打撸。啊，我要吃晚餐啦、啊。嗯，先这样子。开台不行啊，我晚餐还没吃哎、欸。好啦。各位晚安啦，晚安啦！最近会比较常开台，好不好？太久没开了，红街掉太多了。好啦，我尽量常开，好不好？主要是真的不知道玩什么，想玩的，但是又觉得还好。好啦，说拜拜，小静拜拜，露诺拜拜。梦见露诺，来看看哈。梦见露诺，礼拜二找梦去，礼拜三唱歌听。二阶会员限定，礼拜四找梦去，礼拜五 Doki Doki 健身环，好，肯定看。
路卡利哦，拜拜，利恩拜拜，嘉轩拜拜，九口拜拜，马同学拜拜，依依拜拜，芝芝拜拜，陈烨拜拜，爱修拜拜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大鱼拜拜，佩佩拜拜，还有人吗？番茄拜拜。哦，原来你在开台啊，呆鱼，那就是你咯，那就是你咯。虽然很久没带去温阳那边了、欸。雪莉拜拜 ,AID。健身完太刺激会吗？真的吗？会很刺激吗？我要关台了你才来看台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